换你。那一只躺，今天那边一个，就是躺了一个圆圆的那一个，它在那噗噜。那部车上贴一个牌 jewelry， 感觉在骗人。干嘛选这么诡异的地方做买卖？停这边，哎，这边停吧，转进去，停一下，这边好像有个小海滩。哦呀呀呀呀呀呀！看到什么吗？
不是，我在想说那是不是门口。哇，那房子蛮漂亮的，你还懂，你看那栋房子右边，就是你看后面右边那栋房子，它有这样下去了。